越看越像。一点也不像。你把何最近照片给我看看呗。没有。你居然连他照片都没见过？那他多大了？不知道。不是吧？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他叫什么名字你总该知道吧？不知道。万一他是个男的呢？啊，所以他到现在都还在用变声器吗？不可能，你想多了。那你说他为什么用变声器？嗯，每次看你笑得开心一定是对着手机。有吗？我对着电视笑得也挺开心的呀。对了，那个人知道你的身份吗？那你打算告诉他吗？啊，没想好。哎，我还没做好准备。是不是何子金给你发消息了啊？我帮你看看啊。是何叶，我让他帮我拆快递。没劲。梁晨的非卖品赠砖，还有签名呢，也太厉害了吧！什么人送你的？是何子金送你的。嗯。嘿，你俩这算什么事儿啊？他是电竞专业的，还喜欢机器人，动手能力应该不错，是个爱干净的男生，学习肯定也很好。谢谢。不客气，喜欢吗？还行。还行。还行。这张赠砖我有了。哦，还是谢谢。不客气。真没劲，他都有了。他有了，他早就有了这张赠砖，看来他是我的铁粉。哦，那他肯定非常非常的喜欢我。大顺，你知不知道什么人可以拿到歌手的内部赠砖？这种非卖品一般就三种人用，跟歌
歌手合作的工作人员，嗯，他身边的人，还有就是歌手本人喽。谢谢。梁晨，小盒子，广州花园酒店，他也在广州。一周前，梁晨上海录节目。梁晨今日广州参加活动。你也在广州？也。我也在广州。你是来参加梁晨的生日见面会的吗？梁晨今日刚抵达广州，你恰好也在广州。上次梁晨在上海的时候，你也在，你还有他的内部赠砖。到底是谁？你吃着饼干，你手抖什么呀？谁手抖了？兄弟，都说学习要劳逸结合，你都快半身不遂了，给你来点乳液滋润一下。行了行了，一边去。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六六大顺的直播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话题转的倒是挺快的。真的好厉害呀，他真的太可爱了，我好喜欢他呀。他哪儿可爱了？他这个人说话又好笑，操作又这么强，我看他跳窗子也好帅。跳窗子有什么帅的？一会儿我跳房子给你看看。